虽说小鲜肉入口即化好看呆，但是各家明星的萌娃们美起来也是不得了。检验小甜心小可爱们的颜值有一个重要的标准，那就是那扑闪扑闪的睫毛了。话说好多艺人家宝宝的小睫毛都要长出天际了，随随便便接起来大概都能够绕地球几十圈的样子。老干部京东一般晒自己的宝贝都是个小背影，突如其来的侧面让不少迷弟迷妹们感慨到这是个睫毛精转世。初步鉴定长度2厘米，逆天的节奏，这花美男的标配，小小东长大了应该是够老阿姨们舔屏的了。睫毛小天使的代表不得不提的就是无理诺伊了，虽然社长对于自己颜值迷之自信让不少网友吐槽不停，但是他们家儿子女儿的小脸蛋真是美飞，自己的小睫毛跟扇子一样的，夏天站在我雪梨旁边应该特别凉快吧。赵薇家的宝宝小四月的睫毛也是能和小诺伊媲美，虽然流传下来的高清照片不多，但是每一张的睫毛都是高能。好了，姥姥我终于相信家族遗传了，这一家子的睫毛镜真是要上天的节奏。周杰伦和昆凌的宝宝互有小安妮海瑟薇的称号，名字什么的可不是白叫，有了妈妈的美颜盛世，我家小周周的美貌可是不容小视，刚出生没几个月睫毛就如此了，我们这些老阿姨真的要哭晕在厕所了，有没有？正在我大芒果 TV 热播的爸爸去哪儿4里面有几枚萌娃的睫毛也是不容小视，打头阵的必须是我家安吉，虽然没有以上几位浓密度，但是卷翘程度还是不一般，粉嫩嫩的小脸配上大眼睛，再加上点睛之笔的小睫毛，安吉小弟弟娶我好不好？阿拉蕾对着爸爸撒娇功力了得，楠楠说话可爱风，还有浓密的睫毛跟涂过睫毛膏一样，小天使你怎么这么完美？芒果捞心们好想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重新长一个睫毛就好了。报道。